12月30日，有媒体再次拍到王大陆和蔡卓宜一起外出就餐的画面，期间两人互动甜蜜，被猜测两人复合了。画面中，两人打扮低调，王大陆穿着厚实的羽绒服，戴着黑色帽子。从餐厅出来后，两人与好友挥手告别后，王大陆当街搂抱女友，狂撒狗粮，并撑开外套直接将女友紧紧地搂入怀中，男友力满满。而蔡卓宜全程也甜蜜地靠在男友怀中，十分甜蜜。此前，蔡卓宜就和王大陆一起现身机场，有蔡卓宜粉丝发文称，经与公司确认，蔡卓宜目前单身，以前确实有过交往对象，不过已和平分手。只是没过多久，该账号又删除了这条声明。本以为两人已经低调分手，没想到如今两人又被拍到了亲密互动的画面，怎么看都是恋爱中甜蜜的样子。据悉，因为蔡卓宜和王大陆是在《怦然在心动》这个恋爱综艺节目里认识的，恋情曝光后，经常有网友偶遇王大陆和蔡卓宜。虽然到目前为止，两人都没有正面回应恋情，最后也祝两人早日修成正果。